我想要感谢的是今天在场地里所有的师长、老师、长官，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亲友。2021年的时候，一场突然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我们全台湾、全世界，这群小孩真的是很有点可怜的小孩，因为我们因为这个疫情辛苦了这群小孩。我们有多少次因为遇到许多的停课，但是我们十分珍惜每一次的练习。就在这两年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常常去外面演出，但是我们一样是交出了很棒的成绩。今天这场音乐会，最让人家不舍的是，我即将要送走了我的第五届跟第六届的吉美、吉轩、阿莲，这是我们的毕业生。我今年的六年级毕业生，还有去年毕业的七年级，去年没有办法帮他们办好这场音乐会，但是我很开心他们终于回来，我们一起分享这场很难得的音乐会。金轩老师准备一点点小小的礼物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永远记得金轩快乐的时光，有空一定要常常回来看我。六年级毕业生林子瑜、张金晨、孙威宇、徐静恩，请你们站起来领奖。周成月、孙瑜娟、廖婉欣、林希爱、曾杰乔、刘玉涵、高以瑞、赖生哲、陈英珍、王瑜珍、黄子轩、张新瑞、郭千里，这群是我们今年已经毕业的六年级毕业生。今天的这场音乐会也是你们最后一场在此学的音乐会。七年级校友廖子涵、陈佑轩、曾心怡、侯怡仁、陈之涵、徐凯云、侯怡和、侯冠廷、郑新佩、吴炳勋、郭其恩、黄佩瑜、谢依霖，这群是我们去年毕业的吉轩孩儿。今天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非常的精彩，在国中课业这么繁忙，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回来跟我们一起，我真的很感谢他们。还有我们五位的校友陈一彤，今年他六年级毕业，但是他提早了离开我们集学，因为他去读了音乐班。他今年也考上他的第一志愿附中音乐班，所以很高的成绩。九年级毕业生，今年即将进入高中的李新杰、李若愚、吕恩宁、徐成伟，这五位校友，他们都是我们创团的校友，从第一届开始他就紧紧地跟着我，到今天是我们的第六届，他们依然还站在这里。还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状元，吕恩宁，他以会考满积分进了他的第一志愿北一女。还有在场的若愚跟新杰，他们也是我们也进了北一女。所以我想要告诉在座所有的家长，学习呢，小孩绝对不会变坏，而且会越来越好。最后，我想用这首干杯，再敬我们的毕业生和校友，期待在他们另外一个人生旅途上继续发光发热。我要和你们提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们再干杯。